嗨，我是艾薇，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。但神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如今我已退休，成为部分时间童工，有神同在，好的无比。他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和地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希望你也能认识他，依靠他。耶稣爱你。